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公益圆梦栏目《幸福来敲门》，我是涂磊，欢迎我们的四位幸福观察员，来认识一下他们：贝拉山谷的创始人郝颖，华谊嘉信首席娱乐官、达令 APP 董事曲伟，梅尔慕眼科医院院长叶子龙，六人游合伙人潮汐。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赢百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感谢优酷网、土豆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 巨力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世纪佳缘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IPTV 网络电视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你好，来，主持人好，来坐下，来，大家好，我姓金啊、哦、我叫金大志，嗯，金呢就是姓金的金啊、哦、大志就是大智若愚的弱智，嗯，哎，不是弱智，大志，金大志。这个我经常看你的节目，特别喜欢你，我给你总结了一下子，其实你给我总结了一下，哎，其实你主持的特点啊啊、哦、就是声音好听，嗯，这有磁性，但是大伙儿都公认的，而且你很冷很酷的一个感觉。你看你的台词我都会啊，我你来两句啊，啊，很酷的啊。我已经失恋，不懂爱情；我已经失意，不懂人生；我已经不幸，不懂幸福。那么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公益圆梦栏目《幸福来敲门》，我是主持人涂磊。是这词吧？你特别喜欢模仿人是吧？哎，对。你还会模仿谁？这么说吧，嗯，别人会的我都会。那你模仿一下我听。哎呀，这谁呀？这咋还大呼其名呢？管谁叫刘能？我现在是刘副主任，括弧也叫村长。换一个，这是刘能。刘能演的这么好吗？都刘能一出来，掌声哇哇的，都。你用赵四的刚才的这种演绎方式，再说一遍我刚才的那个抬头。我已经失恋，不懂爱情。我已经失忆，不懂人生。既然冬天来了，那什么，春天也不能太远，我分析。然后继续用刘能说完后面那句话，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哎呀，那个欢迎大家来到啊天津卫视大型公益栏目幸福来敲门，我是主持人涂磊。啊，还不错。还有两个，赵四刘能，还有俩呢。啊，东北 F4。小沈阳。小宝。小沈阳，嗯，最后到我的四阶段了哈，你们就不用拍了。你说你们手一拍疼了，我去，我心都疼啊。好朋友们，能不能再让我心疼一次呢？骗啊！小沈阳，小沈阳，小宝，小宝，宋小宝是那个，找你吧。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你多傻！这个这个没有前面三个像，他还会好多。宋丹丹，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下蛋攻击中的战斗机，熬夜。嗯，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也算是一个能人了啊，谁谁谁的特点你都能抓住，那么你会有什么样的幸福心愿呢？我们上前一步把它说出来好吗？我的幸福心愿是
我不想第四次离婚。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这哥们儿，这个心愿有点悲呀、啊。我不想第四次离婚，挺奇葩。对，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我和我老婆已经结了四次婚了。这次他突然又稍等一下，你和你老婆结了四次婚，是同一个老婆吗？对，我结了四次婚，最大的遗憾是，始终是一个人。这是你的遗憾？不是，最大的遗憾。你是真的想离婚了？不是，你是真的想离呀、啊？哎呀，我最大的荣幸是始终是一个人。你老婆叫什么名字？叫袁丽丽。来了没有？来了。你再说一遍，刚才是你的遗憾还是你的荣幸啊？对，她来了，我忘了。我的荣幸，结了四次婚，始终是一个人。嗯，还好啊，要不然我说你今天得惨。我们掌声有请袁丽丽。主持人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袁丽丽，我来自黑龙江青冈县。他刚才说了，跟你四次结婚是同一个人，遗憾。不是，哎，你们俩咋能结四次离三次呢？是这样的，你这样一次次跟我们说。行，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俩呀，你会白话？不是，谁让你说话了？他这有点，这块我先说了啊。完了，我们俩是、就是、这样吧？好吧，你们分工来啊，是吧？既然你说结四次都是你的遗憾嘛。不是吧，你就这样，就接的你说，离的他说，你说是接的，他说是离的，你说是接的，他说是，你说是离的，那行，好吧，行。最后呢，你说第四次接，然后看他说第四次离不离，哎呀，这回我知道你为什么能当主持人当这么好，你知道吧？调解员，人民的调解员。我先这么说啊，就是因为我们俩是属于，结婚不到一个小时就离婚的人。就是这个可以破世界吉尼斯纪录了都。怎么个情况呢？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年龄不够，不到法定年龄，人家民政部门不给登记。多大年纪？那个你是二十。你都不记得，你还要问他呀？二十。对，我们虚岁二十。我俩同岁，他要多大我就多大。双方老人就合计了一下子，说那么不行，他们先结吧，结完之后，到了年龄再补个结婚证。完了后来呢，我们正赶上就普查人口，那公安部门到底普查说你这孩子都有了，形成事实婚姻了，就按照历史遗留就给处理了，就把那个户口本就给发了。发了，我们三个户口本都有了，这不就合法了吗？就是夫妻了吗？合法就没办这个结就补结婚证。等后来我俩闹离婚去了。你还稍等一下，离婚他来说，第一次为什么闹离婚？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都在北京飘着嘛。我就是他那个演出，我就上班。后来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回老家黑龙江老家上学，我就回陪读了。有一次他去那个哈尔滨演出，我就说到家跟你哪了？你演完了回来陪陪孩子，孩子挺想你了。他就是推一三左四的，没时间。人家那是经纪人都给安排好了，你什么时间到哪儿演出，这咱说了不算。后来不是演完出不回去了吗？那你回去了，你陪陪孩子聊聊天说说话啊，就坐电脑跟前写小品。就是因为他不回家带孩子是吧？所以才导致你第一次要跟他离婚是吗？不是不回家带孩子，我这意思他这个行业啊，天南地北到处跑嘛，就是有点太那个，我就想让他给回去那个在老家看看，养台出租车稳稳当当过日子。我自己走路我都迷路呢，我路盲你不知道啊，我开出租车给人拉丢了呢。你看他这都是借口，就不想回去，然后这不跟我俩就吵吗？这是吵得可厉害，我俩这次就离了。你谁提的？这我提的。你没离成啊，你没有结婚证啊。那到时候没办法了，到那块儿了，人家工作人员就说了，你俩实在想离的话，就得先办结婚证，然后再办，哎，把结婚证办了，再办离婚证，正是之间就没到一个小时，离婚证、结婚证办完了。那你怎么后来你又接了呢？第二次？那个我去南方演出去了，演出完了就得面瘫了，得面瘫了，就是可能一股急火啊，就是这个嘴啊就有点歪，但是这个演出已经定下来，必须得演呢。然后我那附近有个中医诊所，我是白天演出，晚上去扎，就搁这边就嘴这么歪嘛，我这么扎针灸，扎了四五天不见好，越扎越严重。
后来上台就是模仿漏风嘴都学谁都不像了，哎，那个学赵四像，赵四嘴也歪呀。完了我就说，我说那个这么的，我说你赶紧找安排人吧，我说我演不了了，演不了我得赶紧到医院去治一下子。完了，但那个医生一看说你谁给你扎的？我说那个诊所，他说那，你这嘴向左面歪，是你右面面瘫，嘴才能向左面歪。他扎这面他能扎好吗？给扎反了。完了就这么的，就是赶紧，他听说了，坐飞机去了，照顾我有半个月是吧？16天。那还是半个月。你干嘛就照顾他？都离了，你照顾他干嘛呀？怎么说呢？那时候有孩子有啥的，毕竟有亲情还在，还是。我们俩就合计说，咱们各退一步吧。还是他说的，他说各退一步，那个。说实话，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嘴巴歪了的时候，不能演出的时候，你的前妻回来照顾你，你内心暖不暖？那个时候肯定暖和。他来了之后，我就没谁管你，还是他管你？就感觉到，又为啥能有这个想，双方能有这个想法呢？就感觉到就是这个原配的夫妻，不管怎么说，亲情还有那么点，就这么个这个想法。完了说，他说的我那个同意不让你回龙江了，你继续在北京，我呢我也去，但是你不能写小品，你这个那嘎达你就是好好你拍你的戏，写小品耽误事儿。我说那行，就这么的，这不就。第一次复婚了嘛？对，第二次结婚，是、第一次复婚了，就复婚了、这等于离了多久就复了？那个也得有几个月了，快半年了，快半年了，对，这也算是一次破镜重圆、算是一次因为他遇上生活中的困难，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又重修就好了，对。那第二次离又是咋回事呢？是这样的。他那个让一个寡妇给骗了，丧偶的叫寡妇，人家不是不叫寡妇，人单身。行了，别以为我啥也不知道了。你刚开始去拍戏，不是他勾引的吗？啥勾引？什么勾引呢？推荐。是他不给你见，你能和他去吗？这，你看这咋跟他过？你这玩意，他平时说话他就这样式的，我都没办法。我跟你们家是小品世家。我写小品的时候，我实在写不进去了，我找他跟他吵架。吵完了之后，完了他生气呢，我赶紧到电脑上我就记录，就他这个词儿有时候咱整不出来。他急中生智的词儿还真好，啊，继续说。那个女的就给我们介绍个活儿，介绍上那个吉林白城拍戏去。我们好几个人，那个时候反正刚开始戏不少嘛，人给个角色乐坏了，也没签什么意向书，也没签啥，就跟乐呵跟人去了。我们去好几个呢。去到那去拍戏去了，结果呢，人家是利用我们去拉赞助，说我们这有个戏开拍了，这个缺赞助，这领赞助商看你都已经拍上了，就拉完赞助，人家制片人跑了，把我们扔那了，钱没挣着，路费都搭了。那是用这事儿吗？那啥事儿啊？不是用这事儿啊？啊，打电话，他这不是这个就我上午我主持了一个就是开庆典，庆典之后主持完之后吧，完了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干什么呢？我说的我那个什么主持，他说还没主持完呢。我说完了，回来之后这不是刚到家吗？你是不是又写小品了？我说没写小品。那你干啥呢？我说那个写电影呢。我那啪一下就电话就挂了嘛。这不是用打电话的事吗？你再好好想想，你不把那女的领家，我不堵，我能生气吗？你怎么知道堵？你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他跟女的在屋呢。在自己家吗？对，在我们家。在谁的屋？在我们家，在我他的屋。你俩知道？我就问你说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朋友给我打电话呀？那不就得了吗？你不知道咋回事，他是咋回事呢？这不是我这不打电话之后说写电影，他就把电话挂了吗？挂了之后我完了就不接电话了，信息也不回。后来你就给我回条信息啊，你咱俩拉倒吧，你这人说话不算话，怎么那么地下，咱俩就不能过了，你这人不行，你该找怎么地下。完了我就找朋友研究嘛，研究我说你看你嫂子现在最近这脾气这越来越暴了，这是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完了朋友说那你就是顺水推舟，你给他下点猛药，他不是让你找对象吗？你又假装找对象，完了我给你找一个人，找个人，完了我给他打电话，我就说那个谁，那是他给你打电话？你傻呀，你给你出主意你上套呢。就我就意思我说他是不是心里这真的就没有我了？原先我感觉他还心里有我，你看还是照顾我，现在突然就变了，就话都不对了，就这么的。完了之后他回他是想演一出戏是吧？他就不容说话，就连扩电号就跑了，完了就关机了，就连不上，就这么的就离了嘛，就没说清楚，就从仓促之下就离了。因为我生气就走了，再就没跟他联系了。那第三次接呢？
这不是那个孩子知道了吗？孩子就是说的，你要你俩这样，要是不在一起的话，那我也就那个不上学了，我离家出走。这一听我们俩都害怕了，这是。所以这次说想想说，哎呀，行吧，咱凑合过吧，那咋整？有孩子。第三次又结了，就好好过吧。怎么又有了第三次离婚？啊，是这样的。我家孩子说了，说的那爸妈呀，这次看看你们那个能干点啥，开个店吧。别让我爸这么到处跑了，天南地北的啊，这边稳当一点嘛，不是？这样我们一合计说，那干点啥也没啥干的，还有来考察考察，说那个给他开个婚庆吧。这不是那个筹备中吗？我就正赶上我妈过生日，我就回黑龙江老家了，给我妈过生日。她在家筹备，等我回来的时候，她把牌子啥都弄好了，都挂上了，婚庆大字写可亮堂的了。我进了一走一看，那小字写的全是宣传的那个拍电影的事儿。这样我就进屋了，一看屋里满屋都是人。轨道都铺上了，拍电影了。嗯，这你我一给我气的都不行了。你说我投了20多万给他开婚庆，他不好好干。后来没招，我就给他兑出去了，还不兑的时候还不到10万块钱呢，就兑出去了，赔钱兑出去了。嗯，这我一查，你说这人是不是不悔改吗？啊，你花了20万给他开了个婚庆公司，哎，是吧？对，他不好干，他拍电影。那是不好，那公司赔钱挣钱不都有的事吗？和什么好干不好干有什么关系？你说你好好弄婚庆啊，你拍什么电影啊？我一想算了。离，这不就离了吗？就是第三次离婚是因为事业上的问题。对，你还是因为小品的问题，拍电影的问题。对，这个意思吧？是，你又跟他离了。嗯，这次离是有没有说得特别清？因为这是好歹是第三次离了嘛，对吧？有没有说清楚财产呢，孩子呀，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啊？这也都说清了，都说清楚了，是正儿八经离了。嗯，对。那第四次怎么又结了呢？最后这次，这不是赔钱了吗？这店兑出去了，兑出来他也跑了，谁跑了？不是，那个不是跑，离了，他也离了，就这么的。完了，我一看在北京，我也没法待了。这些朋友，你说这怎么看我？完了，我就一个人，我就搬家，我家都搬到南方去了，去横店。横店不也拍戏吗？但是到那一看，不像想象那样，到那得从头再来，不行。我北京这两个朋友呢，就给我打电话说是你回来一趟。北京有个大演出，你赶紧回来我之后咱们赶紧研究怎么给他这个小品给他演了。就这么的我就飞回来了也演了，演完之后就到我朋友家去了。朋友家去，我朋友说那什么，那跟他开玩笑嘛，说你等会儿我跟你约个大美女，一会儿人也认识。我这个坐着等美女呢，完了他这开门进来了，就这么的完了，朋友给撮合这个事儿，撮合着这个时候就是因为这折腾好几次了嘛。双方父母也都知道了，我爸他妈呢都上北京来了，都过来了，这各方面的就他妈给他说了。第四次结婚是谁提出来的？就是老人提出来的，说这个必须得啊。第四次结婚是为了老人。嗯，第一次结婚为了自己，那第二次结婚因为照顾你，又重生，对，旧情复燃。第三次结婚是为了孩子，第四次结婚是为了老人。嗯，这不就是那第四次离婚呢？是谁有这个想法？是你吗？是我有这想法的。你怎么三天两头有这想法？因为是这样的，他这个行业天南地北还是这么到处跑，一年都看不着他影。他就想 那你想怎样？我就想过个安稳的、你就想不他不从事这个行业。对。他干嘛呢？干嘛？那你说那你不三十不从事这个行业的不也都生活的吗？那干点什么不都行吗？但他就喜欢干这个呀。可能要第四次离婚，但是我觉得这都是表象，真相是什么？我觉得你的老婆你的爱人非常爱你，所有的离婚再结婚其实都是他一种表达方式，他想引起你的注意力。你应该很火，而且你也有很有才能，但是你肯定是在生活当中忽视了他。我就不相信在你最难的时候，如果他不爱你，他会在你身边去照顾你。他表面上所谓要离婚，其实就是要你注意他，多关注他，不要把心思只用在工作上，好不好？所以呢，你说这个是，我觉得你们要正常的，对对，我感觉要多沟通啊。你的老婆真是很爱你啊。那个其实啊，中国离婚率这么高，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有时候男人和女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啊，男人不要太在意女人说离婚这件事儿，因为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当女人说啊我要离婚离婚的，千万不要去理解，只理解他这个字儿，
而是要理解他这个字背后的事情。如果你只以为他这是一个需求，然后按照他的需求去理性的办下去的话，也许并不是女人所需要的。有时候我在想，女人比如说像我跟我妻子吵架的时候，我妻子也说过离婚的话，但是其实她本意不是离婚，她的本意是你多听一听我的感受，多关注关注我。而如果说我那时候傻不拉几的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了的话，其实最终伤害的都是我们两个人。对，我很赞同你这个观点。我们俩为什么这么多次，就是我们俩也总结了，不管两个人在较劲，感情上没有问题，感情又有问题的话，一次就彻底了。第一次结婚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对，分分合合，结四次离三次，到今天又有问题了。希望你们在将来的生活当中能够记住前车之鉴，从此再也不把婚姻当儿戏。结婚24年的夫妻至今已经经历了四次结婚和三次离婚，多年来的分分合合让他们越来越依赖对方，愿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加珍惜对方，相伴到老。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小心一点啊，有点滑。那个老太太穿得真喜庆。你好，你好。你好。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吴，叫吴胜明。我来自西安。你来自西安？对。怎么一口上海腔？我是浙江的，但是我现在在西安。您今年多大年纪？我俺小。就是张的老80后的80后啊，明白了。83岁。83岁，看着像38岁。谢谢啊。今天有心愿要实现是吗？是。接着我们把它说出来好吗？站在那个原点，来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我的幸福心愿想活到50岁。来，请回。你的幸福心愿是想回到50岁？是。这叫什么心愿？我们都说想回到18岁，想回到童年，你想回到50岁？因为50岁是我的人生顶峰的时候，也是我的人生转折点，所以我只想回到50岁。跟我们说说好，50岁怎么是转折点？50岁的时候呢，我成为全国首富。50岁是全国首富，是，有几千万。稍等，您50岁应该是33年前，33年前是80年代。改革开放，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下海了。我是做贸易的。我的公司开到大江南北。在我人生最辉煌的时候，譬如说，我想买个包，我可以直接飞法国。买一瓶香水，可以直接走。我可以买件衣服，我直接可以飞。是那会儿我们还不知道爱马仕、LV 是啥呢。是，我早就用了。你早就有了。对，下海来我从保单帮，我们浙江人知道保单帮。开始以后，慢慢的就是贩卖收音机啊、录音机啊，贩什么尼龙布啊、什么尼龙袜子啊，这些东西都贩到西北来。所以我早就开发大西北了。有了资金呢，我就开公司，比方在四川啊，什么南充啊，什么地方，浙江呀，在上海呀，都有我的公司。总而言之，那会儿你的生意做得特棒。对，是吧？对。那为什么说是转折点呢？那就是在这个时候，人生的顶峰时候，我已经挣了几千万的时候，什么都有了。那么这个关口当中呢，我53岁呢，倒卖了一批48辆轿车。进口的，我就那个日本的王冠顶级的，我把它拆掉，海关里当配件进来。你是走私吧？到了海口把它组装以后，肢解了以后再买。所以这一批生意就是几百万。犯错。那么好，正因为这48辆轿车，我非法倒卖，进了监狱，这是不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大起大落，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好像是个故事，其实呢那时候对我来说也是致命的打击，你一下子千万富翁，一下子成为阶下囚，这是人生的反差，那就是非常大。付出了多少代价？应该是付出了一生的代价，财产都没收了，非法所得，判了死刑，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监了九次刑。那么在漫长的监狱生涯生活中，我改造了18年2个月，72岁。重新又走出监狱，所以我又说我的人生是从70岁开始。那在这个改造的这段期间，你都想些什么呢？你是怎么站起来的呢？这时候好想到俺有个女儿是我活下去的一个希望，积极改造，争取早点出去，因为我进来的时候我女儿真正只有10岁。那是谁照顾她？他爸爸，爸爸。当时我女儿没有死，所以我们两人私心的无同。你女儿走了？对，我女儿16岁又自杀了。16岁走了？因为她不知道我碰的死亡，也不知道我是无期能够出来。其实我那时已经监营监了18年了，可是呢，我不敢告诉她。18年的时间还是很漫长的。一个女孩子她不知道你哪天出来，说她每次来接见我的时候，来看我的时候，都是我们队长都是快了快了，你妈妈改造好了我们就放她出去。她不知道快了快了改造好了是什么概念，哪一天出去，说她每一次带着希望走，我妈妈快了快要出来了，希望人在好。最后呢，我女儿生日那一天，她在跳迪斯科，结果他是寄人篱下，在大伯伯家里，寄在他家里。那么大伯伯说了：“你们干什么了？男的女的跑在一摞在一起，什么扭扭胳膊扭扭屁股骨，干什么了？那么小的孩子。”那我女儿就说了：“大伯伯，我们在跳迪斯科，什么迪斯科、巴斯科的，这不是你的家。”他说：“不允许你在这里这样子做。”那么我女儿也气了：“有什么了不起嘛？不跳就不跳，我妈妈回来，我的家肯定比你家好。”我大伯伯就失口了，他就是你妈妈回来，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你妈妈判的是无期徒刑，没有实质回来。这下子我女儿就傻了眼了。那他像这些同学绵延，他给他说我妈妈在香港做生意，没有实在见有那个老干完的女儿，你说别人怎么想啊？他想这下子完了。当天晚上他就给他爸爸说，他说我不住在大伯伯家，我住在外面去。他为什么不跟爸爸住在一起呢？会住在伯伯家？为什么呢？我的小保姆给他爸爸住在一起了，结果我的女儿呢老是要跟着他，这个床不许你睡，这个床是我爸爸妈妈睡的，怎么怎么怎么跟着他的生活。结果他把我的女儿呢送到江苏养受他的姑姑的家里去寄养了，所以他在大伯伯家里读中学。大伯伯家里是农村嘛，去了以后他就拿了农药喝下去了，喝下去了以后他就叫了一个同学，他说你再不要讲了，我已经来不及了，跟你说告诉我妈妈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希望我妈妈出来以后，我妈妈是有本事的人，出来以后不要去做黑人黑鸡的生意，去办个养老院，办个孤儿院，这是我的愿望，希望呢照顾我妈妈这样子的有没儿没女的人，办个养老院，这以后呢像我这样子的离开父母的孩童不要寄人篱下，办个孤儿院照顾他们，把对我的爱去爱这些人。16岁的姑娘就这么走了，就这么走了。走了以后我还不知道她的生日一天，就叫同学写了一封信，她说妈妈，我生日一天下雨，我自行车下桥的时候，右手已经锯掉了。他没有说死，他是遗嘱写给同学，托同学给我每个月写一封信，骗我，就是骗到我出来以后再告诉我真相。就是他委托了自己的同学，最好的在他走了以后，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那他不是亲笔信啊，他只能是我右手。出了错误锯掉了，
所以不能写信了。希望呢，就是妈妈呢以后好好改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给我说，那么就给我说了，以后希望我干什么干什么。因为我每一次知道他出错误了，我每一次要写信去啊，脚怎么样，是不是坐在淋浴堂，十六岁的姑娘以后要结婚要生活又怎么样，是我们的错还是他们的错，有没有赔偿，这错误嘛。那我一封信一封信的写，两年以后写的我丈夫没有办法了，就写一封信给监狱，他说我的女儿已经死了，自杀身亡，过去财产没收了，我觉得无所谓，身外之物。那么一切的希望就是女儿，只要女儿在，我还有动力，我为女儿去奋斗。那么女儿也死了，我觉得真正的万念俱灰了。过去我能够在改造的路上坚持下去，因为女儿在，她是我的希望，她是我的未来。所以说现在女儿没有了，那你说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留恋呢？那我也准备自杀，我接着女儿走。正那时候我是一个文人组的组长，我管30多个人一个小组。那我就想做文人界的刀片，很快我就下个刀片。那天晚上正好下着大雨，我就给队长说，我队长我走了，命不改绝。我们的顾大队长他就想了，走了这个意义是什么，所以顾大队长呢不放心，当天晚上就来给我说，叫我办公室，他说我身边我们今天不是台长对一个外人说话，你给我评座，一个母亲给一个母亲谈话，他就说你现在哭，我知道母亲的悲哀，他说我的孩子感冒了，我都心里焦急得不得了，我放你出了那么大的事情，我知道你我生命所有希望，你这么积极改造就是为了有一天早日走出监狱见你女儿，现在女儿没有了，你一定是万念俱灰。他就告诉我，人还有个责任，你不是为了家，光是为了你的女儿，你还有个所谓责任。假使你现在跟你女儿做自杀了，你是没有痛苦，但是你是为财自杀，你是背着这个财命进棺材的，你怎么去见你的女儿？所以我想，对啊，他说你死的勇气有，为什么我的勇气没有呢？我下去很难，但是我就想，哦，我现在有个担当，因为女儿的遗嘱告诉我要叫我去办养老院孤儿院，沿着她的生命，那么我就想女儿为我的晚节牺牲了生命，那么我为女儿沿着生命去做她唯一完整的信任，就这样我下来了。那么披荆斩棘这条路我必须走，因为有爱有信念有担当有责任。但是出狱之后您是71岁，对呀，71岁再创业干什么呢？对呀，而且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啊，当我11年可以出来的时候，我丈夫跟我离婚，我无家可归，没有人好担保我，所以我一次一次的命运非常困苦，一次一次的考验我，我就咬着牙齿坚持，我为了女儿为了自己的梦想，我绝对不能让她倒下去。那你出来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哪里都不要我，打扫厕所。打扫厕所？是啊，因为我丈夫离婚女儿一死，没有人来接见我了，我都靠自己劳动。出来的时候都没人接你？对啊，那个监狱里的领导给我干部给我送到郑州，送给郑州的所区，因为我在郑州有过去有公司嘛，啊，郑州的所区，所区接待了我，给我厕所旁边留了一个18平方的一个小房子，小房子。那我就在这一问，那时候呢，厕所呢就是1毛钱，你坐在那里打扫厕所，别人走进去了出来了，都一下子1毛钱，我心里一愣，曾经千万富婆今日在打扫厕所，多么可悲。那今天我在打扫厕所，那我就这份角色，既然我是个清洁工，这份工作是为了生活，那我就把这份工作做好，最后呢我成为郑州市优秀保洁员，我把厕所当得像宾馆的厕所一样，非常个人，香水买不起好的，买点花露水几块钱啪啪啪给他一喷，
厕所打扫得更干净，最后慢慢慢慢就一路走来，一路创业，正好碰到这个政策农业免税，对吧？农业上面有支持，我想双减，我已经没有人了，城市都改变了，也没有关系了，也没有资金了，那就做农业不是挺好的吗？哎呀，政府的补助，我现在就在农业上面创业。最后好，我慢慢慢慢，因为接到媒体的不能采访，那么很多人认可我做这件事情，也有很多爱心人士跟着我一起做这种爱心工作。听说您现在又身家千万了？不是用数字来讲的，杜老师，我认为千万太少。那现在的千万跟当初的千万可不一样。对，所以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呢，我认为我现在只关心一点，就是您女儿的遗愿有没有实现？现在，我现在你看，西安，我在老年公寓做院长。对啊，我年龄都比我小，只有两个人就是在，我都叫他们师弟师妹，但是我的营养都比他们好，我可能我很富有，不是金钱来支撑的。我很健康，眼不花耳不聋，我还可以穿高跟鞋，我还可以这么美丽，还能跳舞，是不是？我就很富有。还可以再找个老伴儿吗？这个不想找了。为什么呢？很多原因。第一，我不能给他什么。相依相伴嘛。不，如果是我是一个普通老太太，可以。对吧？因为我是一个职业的老太太，我的所有的心。已经嫁给了老年事业，嫁给了福利事业，所以我没有这份心思再去照顾老本。您的意思是说，不想再找这个麻烦。以你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年纪，以及你接下来的安排，你已经不再想把时间花到家长里短当中去了，是是吧？这就是杜老师能理解我。你还准备干多少年？我要我到159、160岁退休，因为我觉得。我过去的岁月我要把它弥补过来，我有很多信仰没有聊，我需要时间。听了老太太的故事，四位企业家啊，企业家，你们从老太太的身上看到了怎样的一种精神吗？我觉得就是通过你刚才的这种思维特别缜密，然后逻辑特别缜密，语言那么流畅，然后节奏感那么清晰，让我完全不觉得您是一个80多岁的人。谢谢谢谢。我的感觉就是您就大概就是40多岁，就是您的那种旺盛的精力，你对那种目标的精准，然后你为了去实现目标的那种激情和动力，是让我们年轻人都要去学习的。所以今天呢，感觉是我们作为晚辈听了一节课，这节课呢，从甭管是从事业还是从个人的生活，我们如何能够从低谷再起来，并且如何面对困难，我觉得非常好。其实刚才我也在想，我到底能不能说帮助了吧，只能是那个助力一下，对不对？因为我们达令 APP 呢是做互联网的公司嘛，是移动互联的，可以在宣传方面。对啊，我就需要帮助啊。对对对，这个我们底下再聊呗，好吗？好的好的。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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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老叶可以在医学上更多的帮助他，因为养老院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很需要医疗机构的一些协助。对对对对对、尤其是年纪大了的眼睛啊，对对，各方面，他是眼科医院的。我一个眼睛就有白内障。有您这个撞，您真是撞我怀里了。我的专业就是白内障。您的事业呢跟我的事业之间是有交集的。我相信咱们，因为我是个眼科医院的院长，您的这个您的所有的老年人事业，眼睛这块的工作可以交给我。好的。当然了，我其他的医疗资源呢，我可以帮您对接，这是我能给您承诺的。好吗？老师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您的眼睛也可以找我，也可以找我。这个因为我是这个专业的医生嘛。其实老太太说50岁是她的人生转折点，我觉得70岁。出狱的时候71岁是你更大的人生转折点，所以71岁之前我送您一句话，71岁之后我送您一句话。谢谢。71岁送您一句话是什么呢？生活就像一个个耳光把你打醒。71岁之后我再送您一句话，就是命运是把破伞，生活是狂风骤雨，爱是补丁，所以你又重新站起来了。我已经站起来，对，所以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我特别希望能够邀请吴妈妈成为我们贝拉商谷的终身荣誉会员。谢谢谢谢。我希望能够在您一直到
160岁之前，我都能够给您提供我的化妆品，然后让您保持永远的漂亮，永远的年轻。谢谢。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您能够去影响成千上万的女性，让她们像您一样，包括我，像您一样，这样充满正能量的，充满阳光的，然后去面对未来的生活，让我们一起变美丽。我愿意，谢谢。我希望世界的女人都是美丽。是，谢谢，谢谢您。吴老太太今天来到这儿，其实她的故事我相信也应该打响很多人，把很多人打醒。其实你很多话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之所以能站起来是因为有爱，对，有信念，对，有责任，有担当。对，这就像四季耳光，应该把那些还躺在自己生活里面睡大梦的那些人好好地站起来，否则的话真是对不起自己的青春，好吗？谢谢。青春多么考口贵啊。好，希望您的梦想能够实现，希望您的事业越来越好，能帮助到更多的人。谢谢，谢谢，好吗？好，谢谢。吴妈妈传奇的一生历经沧桑，年过80笑称80后，相信每一个有担当负责任心中充满爱的人们都能像吴妈妈一样永葆青春，收获幸福生活。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赢100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好，自我介绍一下都。大家好，我叫王永月，来自河北。大家好，我叫孔明波，来自河北，谢谢。大家好，我叫苏州，我来自东北，谢谢。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内蒙赤峰的于海瑞。大家好，我叫张宁，我来自河北，谢谢。介绍一下自己的年龄，来，从你开始。大家好，我今年24岁。大家好，我今年25岁。大家好，我今年22岁。大家好，我今年26岁。大家好，我今年25岁。所以呢，其实你们上来之后，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的悬疑空间，因为这个舞台来过太多停止成长但岁月却刻满沧桑的人。其实从你们脸上看来，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一个成年小伙子。你们穿的这身衣服是您看我们是干嘛的？对，你猜一下的人。挺运动的嘛，运动员。对，必须的。但是我看不出来是什么运动。来吧，兄弟们！我打袖珍人足球队，哦，踢球的。对。那你们踢的场子是不是比正常的场子小一点？场地是跟一样的，对，没有说为我们专门设置的。哦，都一样的。啊，对。我们足球队有个很厉害的口号。啊、哦。兄弟们上！支援的踢球为国家，担当少儿陪练，振兴足球有我，耶！谁来说心愿？大的小的？我来。老大来说什么？啊，来上前说出你的幸福心愿。好，上。我们的梦想是想去西班牙。好，请回。去西班牙看斗牛吗？斗牛有什么好看的？西班牙有什么？一个斗牛，另一个是什么？足球。啊，对呀，这是我们的本行。行了，别嘚瑟了。你们说你分别踢什么位置啊？我是后卫。后卫。对。涂磊老师，你猜一下，我这个几号是干啥的？去哪个位置？守门。这个我还是知道的，虽然我不是很懂足球。藏家。我是后卫。你也是后卫。对，我是踢中场的。你是中场啊，脚大力气大啊。对，来，我是边锋。一般来说一支球队是12个人。对，那你们才5个人怎么组成一支球队呢？中国第一支袖珍人足球队有20多名队员，今年来的时候来了我们5位队员。你们是五虎将是吧？
我们是代表球队过来的，代表球队。还有老师，我要纠正一下啊，一支球队它是11人啊，加上教练12人。是啊，我说的很标准的，加上了教练，对吧？啊，那你们自己内心评价一下，你们五个人当中谁技术最好，谁技术最臭？最好。嗯，这是我孔哥最好，这个。对。那最臭呢？最臭嘛，这除了他最好，我们几个都挺臭的。对。哦。谁是队长？我是队长，我们五个人的队长。那你技术怎么样呢？我技术怎么说呢，都比他们罗旭强一点。是吗？是这样吗？差不多吧。必须的。嗯的呗。哦，真的。你说怎么不相信呢？你也没说假的。行了，就你那肚子还踢球呢。那你们参加过比赛吗？参加过。拿过什么成绩？哎呀，我们拿过怎么说呢，说小一点啊，我们是代表亚洲唯一一支足球队去参加，在瑞士参加国际一个比赛，获得一个季军。是这个吗？对，就是这个。我咋一个都找不到你们呢？有拿旗那个吗？那个拿奖牌的。哦，拿奖牌那个是我。拿的最好成绩是什么？就是参加这个比赛嘛，12支队伍我们获得那个第5名，小组赛是第3名。啊，像你们这样会时常都有比赛吗？我们是就是给小学生中学生就是当陪练，我们这一个宗旨。对。然后那个啥，就现在咱们中国足球嘛，那个现在那个大家也都知道哈。所以呢，我们想从娃娃抓起，填补一下我们这个足球上的空白。看你们这说话的口吻，个个都像足协主席一样。哎。啊。发自内心是吧？想为国争光。培养人才，对，是吧？既然有这么高尚的心愿，干嘛还出国去呢？相比来说，外国的一些个球队的技术比较好嘛。想交流学习，对，交流学习。然后我们有更学习更好，然后跟那个学校孩子陪练嘛，提就是陪练的更好，相互融合，相互进步。像我们这么强的队伍，我，哎呀。行了，别臭美了。是是是。你们以前都是干什么的呀？怎么凑到一块儿的呀？我之前就是学习毕了业之后呢，在一个服装厂打零工。有一次我在残联玩，就一个领导就跟我说，我知道北京那儿有一个剧团啊，那里的人应该和你都一样。之后呢，我听这个其实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之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完了我就独自一人。从我的老家买了火车票来到了北京。我们的老板呢看了我，可能当时吧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一下子就给留住了。是是是，确实长得挺帅。哎，你是干什么？我以前是修车的。修什么车？就这种轿车机修。修这种机器。然后就是有一次在发动机那个缸盖的螺丝正拧的时候，然后就听到那个车里边广播，然后就介绍北京有这种一个这么一个群体，然后我就当时就记到了这个公司的名字，然后就跑到就下班的时候跑到网吧里边上网查了一下这个公司，看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啊，像我们这样的还挺多的，然后我就留了一个联系的方式，就后边就打了个电话就来了。你本来就喜欢踢足球吗？还行，没修车以前自己也老踢，但对球队的一些规则还不是很熟，就是一个爱好。对，你呢？对，我以前是干二人转的，二人转专业演员。来一段啊，来一段，上唱一段唱腔。来，要不咱俩来一段吧？我不会，我们请东北的，郝颖会，郝颖是东北的，快点。有请我们搭档上场。对，咱俩登场。会唱二人转不？我就会唱一小句《小拜年》。哎，来吧。你上这边来。啊，我必须得站这边是吗？对，大媳妇儿小丈夫规矩。那得，然后还得要动作是吗？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给老拜年啊，也不论哪、啊。
是贝拉山谷的创始人吗？哎，我没想到你唱人传唱挺好的。真的吗？真的，你是练过吗？不是，是因为我原来在哈尔滨电视台主持节目的时候，我有一档节目就是锵锵二人转，是吧？就都是东北的很有特色的二人转演员去录节目，所以有的时候也跟他们来一小段儿，唱的怎么样？挺好玩的，唱的挺好。唱的真的吗？唱比你好，不是？啊，你还是专业的。我老乡，老乡啊，老乡见老乡，抱抱。两眼泪汪汪。好了，来，这你这个道路也差得太远了。艺术人员怎么跑来踢足球了呢？哎呀，我这演出，然后演完了没啥事儿，然后我就玩电脑，就突然吧，就蹦出了一个新闻，然后哎呀，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就像跟我这样的人，好奇呀。啊。然后我寻思我去看看去吧，然后我一来面试就面试上了。嗯。老总还挺稀罕我。挺高兴吧？对。找到很多同伴在一起。对，我很快乐。特别开心。老大，你是原来干嘛的？那个，我以前是，在艺校学了一年半的笛子、器乐，然后后来就是在草原上跟着那个班里边，就是演出了有1个多月吧。就是我哥哥说在网上看着就是我们这个剧团了，然后说让我跟这发一个简历。发完简历之后，然后跟领导嘛，领导就看了之后说行，没问题，过来面试吧。过来面试呢，一下就成功了，经过我的笛声呢，一下就给震住了，然后就给啥了，对，拿下了，就拿下，对，拿下。吹一段笛子来听听。没问题，来。以前干嘛的？我以前是练杂技的。哦，你是有真功夫的呀。我10岁练杂技。练什么呀？练哪个项目啊？小的时候练的是倒立。哎，倒立看看，这对练足球有帮助啊。对，那太有帮助了，平衡性好啊。对，来来来，哎，能走两步？哇，这么直啊！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啊，搞了吧，您真有功夫的，在这儿啊，练杂技特苦吧？嗯，小的时候特别苦。那后来怎么来踢足球了？后来是在电视上看到他们表演节目。你怎么要哭了呀？啊，来到我这儿来，啊，说说咋了？咋了？我咋了？没事。你跟我说说，怎么一说到练杂技就眼眶就红了呀？小的时候嘛，家里特别的苦，啊，就是身体也特别的弱。嗯，完了以后。爸妈说就是因为我是无桥嘛，杂技之乡，所以就说去锻炼锻炼身体嘛，也没说就是让我一直练，就去玩了几天就没回来，就一直练到现在。前几年的时候看到他们在电视上表演节目，就是感觉都是差不多高的嘛，有共同语言，就来北京混了。就以前那杂技特别苦，现在跟哥们都在一块儿，感觉到很温暖，是这个意思吧？对，有共同语言，特别开心，就觉得幸福了。主要是我们在一起特别开心，他们还欺负我，还咬牙切齿啊！行吧，玩笑也开了，事儿也了解了，看上去是一件挺好玩的事儿。但是呢，他们刚才说的这个心愿当中，他们想为足球事业培养更多的一些人才啊。包括刚才所说的，能够给少儿足球队员做陪练，这其实是一种奉献精神。来，四位老师，这个自古英雄出少年嘛，中国的少年足球上去了，中国的足球才能上去。我觉得你们现在这个给少年做陪练，我觉得就真的是中国足球就有希望了。我觉得是这样啊。那我个人用什么方法来支持中国足球呢？就是我支持你们。去西班牙，非常支持。怎么支持？资金支持呗。啊，资金支持啊。我觉得你们把自己的劣势变成了优势，而且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切入点。
就是少年足球这一块，我真的替你们高兴。因为六人游本身是做旅游的嘛，所以说你们去西班牙的这个梦想我也愿意助一臂之力啊，都帮助你们去西班牙。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都买去程的不买回程啊。其实我倒对你们对中国足球这件事儿蛮感兴趣的，对中国足球的贡献，因为你们真是人小事儿大，我倒不觉得去一趟西班牙对中国足球事业就有多么的帮助了，但是我真是希望你们在对于青少年足球有一定的贡献，所以达令 APP 呢愿意资助你们在发扬国内或者帮助国内的青少年足球队这方面在技术提高，或者说让更多的人喜欢这项运动方面给你们助力，比如说给你们提供一些经费去到各个学校哈，你们去跟他们进行交流互动，通过你们的知名度，通过你们的足球方面的技巧，然后提高他们对足球的兴趣以及对足球的热爱，好吗？好，谢谢老师。其实我看到你们五个之后，我完全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是踢足球的，我觉得你们这个几个多才多艺啊，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绝活，但是我也特别的支持你们，就是把你们这个足球然后带到中小学生的校园里边，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去热爱足球，为中国的足球事业去添砖加瓦，我也希望能够尽自己微薄的力量，然后能够给你们的西班牙之梦助力。好，谢谢老师。我倒是在旁边觉得这五个人呢来自五湖四海，在没有聚在一起之前每个人都干着平凡的事业，但是在他们聚到一起之后，他们更多的想要去做一个发扬中国足球事业的一个哪怕是最渺小的一个岗位，就是做陪练，他们也愿意，所以我觉得他们身上的这种平凡的精神和奉献的精神，还有五个人凑在一块儿那个臭美的精神，都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平凡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你们五个人最好是以后一直都乐呵呵的成家生孩子，快快乐乐，同时也能够给别人带去一些帮助，好吗？好，去西班牙好好的多看一看啊，一定啥，对，好好学习，好，赶快穿上衣服准备出发吧。好嘞。从成立到成名，这群热爱足球的孩子们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告诉关注他们的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我们永远的祝福他们。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赢100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Hello 大家好，你是否还会牵挂我，我最亲爱的朋友啊，当我已经放下所有走向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都已经告别昨日，是向去未来。好，谢谢。声音好高啊。没有，活人都快被你喊出来了。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房松涛，然后大家都叫我小房子，因为我的艺名就叫小房子。我叫老房子。我知道。歌唱得不错。没有，真唱得不错。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喜欢唱歌的呀？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嗯，然后因为从小，对，你有多大呀？我是1992年的。然后老师您猜一下呢？你24了。对，这个舞台上其实我们也见过挺多身高跟年岁不匹配的。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个子才这么高？我身高有1.29米，专家说就是我的这个病啊是就脑垂体后面有一个内分泌，然后就是内分泌缺少，生长激素缺乏。对，这不也挺好吗？就没发育起来，就一直是一个孩子一样。你今天有什么心愿？你的心愿不是说我要长大吧？不是。不啊，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你的心愿好不好？好的，来，小房子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我的心愿是我想出名。其实这是很多人的心愿。对，只是没有人敢喊出来而已。对，比如说这曾经也是郝颖的心愿，他的没好意思说出来，其实也是我的心愿，我也没好意思说出来。谢谢你把我们的心愿都说出来了。来，谢谢谢谢谢谢。其实呢，我知道我一说出我的心愿，然后大家都感觉就是不切合实际，然后但是你先别说虚不虚，你先说一下你想要出名这个名是多大的名。你这在一个地方很有名，全国很有名，全世界很有名。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的心底就是我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这个。然后因为两个人，然后我来到了北京，然后北漂，然后我用我所有的时间和机会去学习，就是为了实现我这个愿望。然后因为为了两个人，是我的奶奶和我的老师。出名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从小跟奶奶一起长大。然后从小跟不应该摸你的头，你已经是大人了。然后因为爸妈就为了给我治病带着妹妹出来打工，然后我从小上学，然后奶奶也是带着我，然后上学的时候把我送到学校，回来的时候从厕口上看着我。然后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爱吃鱼，因为我们村里边是赶集，然后每到集上，然后奶奶就给我买3-4条鱼，然后回来给我做。然后吃的时候呢，说奶奶你为什么不吃呢？他说因为我喜欢吃头，喜欢吃刺儿。然后我说因为那时候比较小不懂事儿。然后下午晚上，然后我和伙伴们出去玩，然后回来了一看，奶奶自己在盘子里边自己夹着肉沫沫自己在吃。所以到现在奶奶不是不愿意吃肉，是他舍不得吃，让我们吃。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奶奶鼓励我，让我大声唱出来。然后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在舞台上唱歌，然后在电视上里边出来，让我出人头地。你说出名是为了奶奶和老师？对。那再说白一点，就是为了给他们好日子过了，是这意思吧？不是。那是什么呢？奶奶现在已经走了。奶奶已经走了。奶奶什么时候走的呀？奶奶什么时候走的？奶奶今年8月份走的。去年的？对，2015年。2015年的8月份走的。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因为病？得了肺癌。本来按照你的设想，你是想成名之后给奶奶什么样的生活？我想成名了以后，然后给奶奶能住上好房子，然后能看见大电视，然后奶奶在大电视里边看见我在电视里边出来，而且还边吃着鱼。对。所以其实她的成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幸福生活的影子，而不是说具体的说我要拿到什么样的奖杯，
活，要多少人瞩目，是这个意思吗？对，因为奶奶从小就担心我，然后因为我个子小嘛，然后什么都干不了，去干重活然后也干不了，然后去做办公室也没有什么文凭，然后只能用我的嗓子来维持我的生活，所以我一定要出名，让奶奶在天堂里边安心的待着。其实你有没有问过你奶奶希望你怎么样？你奶奶一定不是说需要你出名，对，她希望我的生活快乐，对，生活快乐，能够让我自己养活着自己。但是你刚才说还有一位对你像亲妈妈一样的老师，对，叫他叫萨仁高娃。来，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这位萨仁高娃老师。你好。你还别说，虽然你们没有血缘关系，他长得有点像，还真长得有点像。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为什么他说您跟他亲妈一样？是前两年吧，就是北京有一个义工春节晚会，那个是都是那个自愿，就是过来的那些艺人组成的一个晚会。那里面呢，我是艺人统筹，后面这孩子就去了。我就真的愣了，我说哇，这好可爱哟、哦！我说，我很想抱他。后面我就问他，你多大了？他就给我说实话啊。后面我就那天特别特别喜欢他，然后呢，那种可爱的劲儿啊。为什么他说您像他亲妈妈一样？啊，是不是在他的演艺道路上，你给了他很多的支援和机会？对对对对，因为我是一个声乐老师啊，2003年开始教学生啊，我教的学生都是免费，吃住免费，然后教也是免费，都是那种贫困，就是没有父母亲或者是单亲或者是贫困的孩子。我已经2003年到现在13年的时间了，教了300多个孩子吧。哦，跟过你说过我要成名吗？搁我的面前他不说，但是我很努力。你刚才说成名是为了给奶奶好日子，那你成名给老师能带来什么呢？因为老师的身体现在很不好。然后我想着，我不是说就为了出名，但是我想就是想给自己有一个饭碗，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想给他治病，多一点的演出，演出费来给我治病，是这个意思。对。我相信他教过的那300多个孩子都有你这样的想法。对，来，我们来听一下四位老师他们的感想是什么。我觉得在你追求自己梦想的路上啊，自己坚定自己的信心，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优势是什么，往那个目标去努力。达令 APP 愿意帮助你，你的实力呢还需要不断的再去提高，需要老师对你更多的培养，但是老师现在对你的培养是免费的，对吗？对。所以呢，我们愿意替你付你老师培训你的费用，既可以帮助你提高，又可以帮助老师可能解决一些自己的问题，因为毕竟老师也需要生活。对。另外机会呢，我们可以从达令 APP 还有华谊家信，因为我们华谊家信呢是做了很多的线下商业演出的，这样的机会呢提供给你，好不好？好，我觉得你的实力足以赚到自己付出的那一份应得的回报，足以。好吧，我们在这两方面助力你的梦想。谢谢老师，谢谢。好，同时也感谢老师的付出。谢谢。你好幸运，你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师，还有一个那么爱你的奶奶。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现在已经24岁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除了唱歌以外，其实你有很多很多的可能能够养活自己，而且不见得比唱歌养活自己这个生活条件更差。你有想过其他的出路吗？其他的出路。其他的出路我就暂时没有想过，是吧？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想唱歌，你也可以通过想要唱歌然后出名，但是我建议你不要把唱歌出名这件事当成你唯一的生存技能，因为如果你对这个事情抱着太大的期望的话，那可能最终失望也会越来越大。你可以喜欢唱歌，
可以想要出名，但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爱好，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如果你有其他的这种生存的本领的时候，那比如说很多人就说我是在销售里边做主持做最好的，我是主持人里边卖东西卖的最好的。对，如果这样的话，它让你多一份生存的本领，说一次这个多一个生存的技能的话，也许你更能够让你的老师放心，让你的奶奶放心。谢谢老师，谢谢。成名的这条路上其实很复杂，有些人能够得到专业的认可，但却得不到市场的认可，有些人得得到市场的认可，却得不到专业的认可。但是我依然这个比较支持大家的话，就是唱歌这东西你的确可以当成一门饭碗，但是你得多一条打算，是明智之举。 好，牵着老师的手，再见。疾病让小房子无法长高，也让他失去了很多甜美的记忆，可是他并不缺少温暖和呵护，相信为了爱他的人们，他的音乐梦想一定能够实现。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赢百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感谢优酷网、土豆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PPTV 巨力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世纪佳缘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IPTV 网络电视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有任何的幸福心愿需要实现，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幸福来敲门，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下期节目不见不散。